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其他工作人员，如来就感觉讲，咱真够当咧读个这款的圣经，读起来真硬硬硬哟，唔是咱个机会。不过，这份在一直清楚，我咱现在要反正应该就是，反正就是所以多加弱些，这款的语言，上帝真正用咱父母的，你甲人讲，你甲人讲话，啊，这就是真正重要的信仰的工具。就是你得讲，所以讲献计万历，啊，我跟你较讲哦，我伫这个现在中文万历的时阵，我讲哦，问题就是，万历出去的是爱教会心扎，啊，教会心扎的是哦，教会遐牧师遐顶哦，你若万历。反正安尼出去是过去牧师咧讲的道理，几来篇都无伊啊哩。伊原来咧讲的都无伊无根据通讲啊嘛，所以就爱就反对。那中文的翻译差不多三四十款啦。啊，上中式的是就吕正中啦，吕正中啊，吕正中的翻译就以 OK 个人翻译较中式啦。教会出版的较无重视，因为教会从过去的观念伫咧时阵，你若搞翻译就无少声，就该反对嘛。所以就要保迄个过去的 vested interest 吼、哦。教会那教会出版的吼、哦，较无重视。所以这是为了为了为了。所谓话拢是先有话，啊才有钱。好、哦、啊，伫亚洲。靠这个字形来表达迄个意思的，是当然是汉字啦。但这个源头对这个英文遐，唔过真侪迄个字吼，真侪咱咧讲的话啊吼，无迄个字。啊，所以咱去学安怎写迄个字吼，白条的，安怎写就是汉字啦。哦，啊，咱是讲若无汉字，就无台湾话。越南话啊，吼、哦，用迄个做因话用罗马字拼音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等等安尼，啊，即嘛，迄个即嘛，全世界上界通用的字母是啥？罗马字母。那不是咧，好字讲汉字唔嘛，唔好，就是讲咱唔当用汉字读掉，咱来当脱离即款的哈汉字啊，即嘛，我是足期待讲。至少吼，到这个结束以前，咱就啊用罗马字写咱家己的名。声音是有一科叫做白话字，所以叫做台湾话，阮拢爱学台湾话。所以当你上台湾话时，迄、那个老师非常的认真，所以就叫阮一定爱坚持爱用英音来发音。为着教学，这是应该的，因为规个圣经也是用英音。不过，以阮新的一件事，台湾以前常常伫行头的时，我就感觉无啥，我就接受。因为相反，伊就坚持阮讲厦门话，伊坚持讲阮厦门话，含某一撮人坚持讲阮北京话，还是是是，还是啥物代志？相反，坚持讲北京话就袂使，啊！你回答我坚持讲厦门话，所以我就主张讲爱讲台湾话。所谓台湾话，就是爱是非就不能应用，是非真正一个台湾规矩的话，安尼讲会通啦。所以讲起来是对1967，阮去日本受这个，然后圣经公会训练了后，啊，有几人开始要来试译这个台语的圣经，总是伫迄个当时可能政治环境下面，啊，为人。就因为要去出国读书，所以迄个 team 换来换去，到差不多七一年，这个罗博士转来了后，才开始正式落去创。啊，罗义金博士，有甲这个台中的马尼洛迄个语言学校，甲收到伊迄阵台湾人的老师啊，伫遐参加合作。
所以这个是在咱台湾的教育史里底，这个啊天主教甲新教合作落去做的代志。圣经是要读的啊，所以伫这个新的圣经要出来以前，我想这个白话字运动人落去的时候，那荷兰台湾人会通更加知影讲咱家己有字通用，会通想啥要写啥话吼，也嘛会通真正去接下来讲啊，真正用咱的台湾的教，和耶稣用台湾的跟咱讲，和保罗用台湾的跟咱。